馒头烤派。你好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烤饼的。阿姨，我是被你这个名字吸引过来了。码头烤排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它就叫烤排吗？啊，就叫烤排。我以为写错了呢。码头吧，是俺那个老家那边那个，是这个乡，是个本名。哦，你们那镇上名字叫码头。对。那烤排是个饼的名字。哎，烤排是饼的名字。那你们是哪里的呀？临沂的。啊，临沂的。这一个是一个饼是吧？哎对，甜的两块，咸的两五块钱三个，现在五块一个。哦，招不干锅。有人管。他出来，身上脏了，你可别拿来俺不要。什么？这个出来了不？谁买的这个孩子？刷油了。嗯。馒头。这是甜的，嗯，该放白糖。你都是。没有梅菜肉的是吗？有，还没包。啊，还没包肉好了。我们河南那个烧饼也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形状不一样。这不一样，河南是圆的是吧？啊。今天这是碰巧了。啊。这一百多度。一百多度。它这个不用翻，一会儿就热了是吧？不用翻，两层两面烤的。哇。哇，这个肉的比那个大。嗯，那这个大哦。记得也大，是这个码头烤排的话，就这三种口味是吗？多嘞，多嘞。你家就三种哈？哎，我们家就做三种。嗯，我这种放的。我要这两个肉的都给我吧，再要两个咸的，一个甜的。哦，行，那才贵，没干菜，那放的没干菜。啊，没干菜都是南方的哈。对。那边肯定会收钱。嗯，这个就是码头烤排，回收就是。刚烤出来好吃，焦溜溜的，好吃。